你問低先，問低先，問中要掉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Yuki 介绍的第一餐老字号达姆，王者王多的，我打咖喱面，你看它的背景，这种又复古，那种酒瓶，还有那种经典的这些。不过我们来这边不是为了看这种啊，我们是来吃咖喱面啊，讲好吃啊，咖喱面跟我平时吃的咖喱面完全不一样，好吃到啊。嘴巴漏洞啊！哎呦 ，Uncle Uncle Uncle Baby， 好吃吗？味道消失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有那种小学食堂感觉哈。哦。我就隔壁那两个啊，这咖喱面不去西安吗？怎么不去西安？腥味很重，你不会接受吗？有些腥味很重，你又可以接受？你要知道一腥味就可以。西安嘞，也是不吃吗？一个两个啊，呱呱酱能西安那么一耶一耶。现在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我们要去这边的一个地方啊。我们要讲去哪里先？我们要去 meet 我们的一个朋友啊，做我们今天的一日导游。美女啊！哎塞 ，Yuki 从头到尾一直那边问几点 meet 哦？哎，什么这个那个这个？讲话哎！现在我们来到了。想不要来墨，结果我们还是来到这边探地了墨。不过我们要给我们那个美女导游先 meet 先呐、啊。哦，看到了，应该是她，是不是那个、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 meet 到我们的导游了。导游，哎嗨嗨嗨！我觉得我们接下来集人的过程就在hot掉了，那走了。你看过我们两个 live 是不是？这样我们两个水平比较好看。我会讲话，你不好看，你回家，你回家闭。哇，看 Yuki 是跟着后面哦，死人变态佬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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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 Yuki。讲没有兴趣，全程对着人家看了。我们都不问一句啊，这种有吗？第一次认识一点。我要选 Yuki 啊！你是开心还是开心啊？还是问那种斜梗了吗？人走过必留下痕迹。能等你的东西耶，成功哎你！我找其他人，自己按自己啊！说，哇，不要好奇为什么变一个人，因为我刚一个人走在后面，我在上影片。你看他们三个，哎呀，紧紧张张跟女孩子走走啊！你看那个湖很大哎，这个地下去很深哦，应该。拍照呢，就是这样子拍的。
看我们在拍照是不是？你看这样子，帅吗？想帅还是不帅？帅。都是给我们的。都一样。哎，等下假期走路回来，脚步全部都一样了，记得看。哎，跳舞了啦。啊。对啊。啊？在拍照吗？今天我来刚刚录哦，没办法啦，就这样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来啊，我们接下来吃啊，这边讲道地很好吃的一个煎咯。这煎应该是老字号，通过包子的。哇，看它，它的速度超快！哇！你们看 Yuki 那边的呢？海力是给你们讲，这边很便宜，2块，其实不是，我给你们讲，各记得3块，巴林德波萨的8块，你应该是快半嘛？我应该是10块呀。吃饱了嘞，就来逛一下他们所谓这边居多的壁画街。你看，哇，这很 Q 哎、欸！哇，如果这一个街道我摆那种类似像巴沙马兰这样子哦，这边一定很漂亮美啊，而且还有这种街灯哦。哎呀嗨！我远远就看他们打招呼，他们应该是有看我频道的。居多也有 market 的，开玩笑啊！这么来呀，这个集团的这个火车路，它这边已经拆掉了，好放进上面了。我以为我可以很靠近的看一次火车，结果来下面的观众朋友们尖叫声。现在我们去的时间内，我们就要去了，然后我们是一个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的。兰帕山，我那个兰帕山，原来集团有一个东西叫兰帕山的。哦，我觉得这边的人有点。山的兰帕山，这种导游你们不好去找的呢，要去 complain 了。啊，我们就秋秋一下，看看一下吉隆的美景，跟啊算了了，看一下美景。OK， 晚餐再拍给你们看啦。听吉隆的观众朋友啦，都讲这边的阿布沙爹很不错一下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期待吗？期待。阿布沙爹。期待吗？期待。门假的你。问讲么？很期待。两个已经饿傻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就是讲说这边最好吃的阿布沙爹，我就来试看好不好吃。我先试看原味。一定要吃这个。原味味道很嫩啊。来，看羊肉。看。啊，羊肉比较有嚼劲。我先讲啊。不是我们什么都讲好吃啊，不好吃我们照样配的啊。重点是它真的很香啊！我发现它还有一点很屌，你吃哦，你不点那个沙爹酱啊，很香啊。这是猪肉，我发现它猪肉是鲜嫩的。哇，这边每个都很嫩哎，不错不错。啊，对。嗨。啊，这个。OK， 谢谢。虽然他不认识我们，但是他还是会来跟我们拿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希望在新加坡也是有更多朋友认识我们啦。啊，现在吃好沙爹嘞，我们就来一下吃一下正餐啊，吃一下炒饭。不过他的炒饭一个特别是哦，他全部放很多那种长豆的嘞，是我刷菇嘞还是什么？我不懂啦。他炒饭跟一般的炒饭不一样啊。那还没有锅气的味道嘞，它有种香料味。讲真的啦，拍 vlog 的时候，我只要有 Yuki 在啊，我就很爽了。他讲话，我不用讲那么多。你去讲啊，没有你讲，我上字幕可以啊。一起讲。OK， 来 ，Hello， 我是 Yuki。OK， 小麦已经吃饱了啊，刚刚差点忘记 end vlog 啊。今天的七轮日游呢，也来找那个女生导游呢，我们也是 OK 啦，可以吗？满意吗？可以，他人也 nice， 他还会很配合我们。不错不错，至少不会介意上镜啊。好啦，所以今天节目到这边啦，喜欢的话别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老杨跟老纪。OK 啦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